入接口工程师的手上，小烈在高位拿球四十五度角，法师出来接应，直接起了，在外围，果然这个篮筐是他养的。辛巴底线抽到包夹，来看勇士的区域防守，这一波守的还蛮到位的，法师再一步在中距离命中了。指导，你一直在称赞他，在比赛里面继续称赞。而且他那场攻下十二分，哇！这边传球出现失误，法师看起来要自己打掉这一球了，弧度拉得很高的 Rainbow Shot， 带球推进快攻，把球交给戴豪，法师退到三分线外，弧度拉得很高，命中三分球，单节第二颗，好球就准备出手了。目前已经攻下了十五分，包含三记的三分球。那个跳在空中停留的秒数到后面的出手，哇！野兽林志杰投完外线，轮到法师也飙一颗。法师一直还不算没有打出来啊。对。法师，人来疯的球员，背靠背的三分弹。哇！今天赛前网友还问我有没有带那个他两个骰子的图出来啊？八分距离。法师一个变档交给林明义，外线的投射这一次把握住了，火锅了，哇！林明义这一球差点被他偷走，发生失误了，有机会用这一球来追平比数的三分弹，法师今天法师攻下了二十一分，这是一个进攻犯规，哇！必须要给法师肯定哦，其实他在这场比赛在防守端我觉得做得比以往好很多，嗯，来看一下这一球，掩护过程当中，辛特利跟法师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。法师在四十五度叫 catch and shoot， 人来疯的法师，阴错阳差，球回到了郭少杰手上，再交给法师，选择往禁区走，小拉一杆，裁判享受，这是一个 lay call。应该就第四犯了，没错，确实，其实我刚第一时间这个角度也是看到有打到手的塞瑟夫，因为伤势的关系。法师收球，这边要到哨音。相对于富邦的攻击来说，可是你这场比赛其实一直都是受限于富邦 Beats 成为 Plastic 史上季后赛的得分。